Hello， 在车里吃大肠。嘎嘎香，嘎嘎好香。这是用空气炸锅炸了，25分钟，225分钟。如果家里没有空气炸锅，你可以把它放到炒锅里，少放一点油，小火慢煎，就能煎到很酥脆。在我妈家楼下。这玩意儿是真好吃，吃的是真上瘾，就是贵点儿。我爸回来了。